今天来星巴克，星巴克这个咖啡哈，那气氛很好哈。这个星巴克人不多，你看一下，大部分都是开车 drive through， 也就是开车绕过去，那个他们站在那边，坐在车站就可以买到了啊，还不错啊。周末之后可能人会多一点。看我们这个，好，这一台车哈，它整天都是跑工厂、仓库，基本就这样子。可以看一下，下去滑下去。OK， 搞定。嘿，大家好，这个哈，我们基本上都是晚上在跑长途，在路上，晚上车比较少哈，但是有个缺点就看不见，今天不下雨不刮风哈，所以说呢还算是好了。今天这个路程呢是从一晚，终于白天了，那找个马路边我们停下来睡一觉哈。是的，我基本上就是这么躺在第二排睡觉。而且他也说，他说你想要的话可以多拍拍。